会打飞机，这对飞机来说很不公平。B把这个血量对不了线。 还是主E，从刃穿甲流就主E啊！我们征服这个三项流就主 Q， 这个兵不能吃，不能想往前放 这么低吗？这伤害，不用推，不用推，控住，控住，慢推这波线，速推推不过去的，反而会卡在这里。我们慢推屯线来解这波线。哇，差一点，可惜。 在草里呢？哦，没在草里了。我刚才那个大导弹没大到他，他就不在草里了。大导弹的范围还比较宽的。
还有两瓶药。他已经开始摆烂。我的哈哈，我操！快跑！没事，这把我们跟中单的发育还可以的，拖到后面。有机会翻盘了。救命救命救命，晕了晕了啊。我操，这咋办啊？这种人有大的呀，好像直接秒，兄弟们，我们那个大导弹他反应不过来开大的，我都猜到了，这种情况只能跟他蒙一手伤害了。我们大导弹加三项平 A 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他有大的，他是什么时候交的？那好像动大龙了，没有，再打了。哇，直接闪现杀我，没事，队友能赢。
没逮到。哎，在这边吗？我操！转角遇到。你看这狗头在上路已经杀疯了，我们直接闪现把盲王收了。